我来给你们整一下，整一下队，把你们练成有素质的保安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，连长，站起，给我！看你，看你，看这肚子，你就你这肚子，你腰，你腰，你腰，腰挺起来，你整，把你练成有素质的保安。对，抓过来。对对对，林正，对，上去，林正，伸出你的双手。伸高点，抱紧我，抱紧我。你快快来到我的身旁。哎呀，这动作这种动作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对我的队员，我这练习。我在试试他的臂力。你的脑力有问题，他让你抱你就抱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平时训练你训练哪儿去了？你这手伸挺长，跟我都没伸那么长。当时我的个儿不够。啊！你看你们俩，你看那歪戴个帽子，没有点保安样。你好，你好，你长得一样，长得偷偷摸摸的。是法律上规定长得难看不犯法。是啊，但你也不能随便长吧？你要是有没有王法？你要是不会长，能不能看着我长？这一定就是看着你长成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长得毁灭，太违章了。站哪儿了？注点意，站位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公平竞争，拧成一股绳。你说，我说，你说，我听。如何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保安？必须遇乱不惊。遇乱不惊是什么意思？能不能解释一下？遇到乱的不惊慌。对，看看人家波波，这小姑娘说的。真是好，真是好。准备，咱们开始下一项考验，能不能得当队长，全看你们表现。放心吧，姐夫。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月牙山庄保安，首先得具备超强的忍耐力，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。董事长考验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本轮是由董事长领衔和我们。山庄优秀的服务员作为评审团，长得奇奇怪怪，长得奇奇怪怪。这小子叫朱战奇，姓朱，叫朱战奇。站起来了，这叫什么？严肃点好不好？那他这个皮肤的肤质应该是山猪。敢调侃评委啊？你们是否能当上保安队长，可全在评委手里啊！他们说的，战旗，他说的。我是朱战旗，不是评委，评委。这鞋呀、啊！